那除了刚刚那两个，就是我们 AI 纳德拉 Clear 以外，其实用文字生成图片还是一个蛮重要的，好，因为它还是可以，应该说就好像我们在看小说跟看电影，你觉得哪一个想象力比较大？当然是小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文字的想象空间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其实您看哦，简报30页，我们又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微软的 Bing Image Creator， 那它现在当然改名叫做 Copilot。我们刚刚不是有注册账号了吗？对不对？虽然我们在这边电脑上没办法直接用，但是大家用手机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也有跟大家提过，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中文理解能力比较好。那这个对于，尤其是对英语这一块，可能大家比较，尤其是同学他可能这方面比较不 OK 的，他可以比较有信心，原来我也可以做得很好。好，那你既然要用文字来生成图片，我们还是可以先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个图片的结构。好，结构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有学过造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跟那个概念一样。你看我们下面这个，我们简报32页，最简单的结构就是，哎，第一个你的场景在哪里，好，是出现在哪边，那里面有什么样的主体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物品，可能是没有也有可能。好，那再来有没有做什么动作，然后呢它的风格是什么。那以我下面这个范例来讲，你看场景就在故宫，有没有故宫典藏的。好，然后主体耳机、滑鼠、键盘、笔电。好，那这里就没有特别设定动作。哎，那风格呢，这边虽然没有特别写，可是你可以看到年代也是一种风格，对不对？因为不同的年代，比如说有的人就会告诉你，哎，50年代的台湾，这样是不是有另外一种风格？好，所以你看这样子呢，有没有就可以生成像这样子？其实说真的，这个要你自己画，真的有困难了、啊。有没有感觉？对不对？好，就像这样的概念哈。那所以你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贴到我们的 Copilot 里面。但是我会建议大家，你可以直接用那个什么，我们第二个直接用 Bing Image Creator 这个过来就好了。因为如果你要直接生成图片，其实用这个比较快，就不用再透过 Copilot。 而且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哦。好，有一点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如果你今天在对话方式的好这个 AI Copilot 里面去生成图片，它的图片是没有一个储存的功能。哎，来您看一下哈、哦，我们如果是在刚刚这边的，来您看这个，记得我们刚刚简报20页那里不是有这个注册流程，对不对？好，简报20页，如果你这页关掉了，你可以找到简报的20页，好，就可以找到这三个入口。那我们建议大家，你要生成图片，其实直接到这边来就好，因为呢，你在这里生成的图片，来，你看。我的，你看刚刚在那边做的有没有跑来这里？虽然我刚在手机做，在这里是一样看得到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假设你喜欢这一张，我们用 Copilot 这边生成的，就是没有这个选项，它只有分享跟下载，它没有在这边做储存。所以呢，你的档案，我们平常在 Copilot 生成之后，它会放在右手边这里，放在这里，有没有一个叫最近的？可是最近的有会成为过去吧，也就是你的内容是会越来越多。当你的内容越来越多之后，你就会找不到。所以呢，要有刚刚那个功能，点进去要有储存这个功能，它会帮你存在哪里？请问微软有没有自己的云端硬碟？ Google 有云端硬碟嘛？微软也有，微软的叫做 OneDrive。 所以呢，你按下储存之后，它会帮你放到那边，那它把资料夹称作集锦，
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如果你有储存的，以后你要找会比较容易找得到。在哪边找？在这边，您看一下，在简报的31页，简报的31页这里，您看一下这里，有没有发现后面我写一个图片集锦？你点这边，就会进入到云端硬碟上面的那个位置。你看我刚存的有没有在这里？你储存起来有两个优点，第一个，你要找有没有比较容易？第二个，你的提示时一样会存起来，因为同样的提示时不会得到一样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提示时要保留下来啊。好，你保留下来，下次你再来改，会生成跟它比较类似的。这样有没有了解的？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在简报的31页这边，这边有特别把这个连结秀在这边，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老师要找到这个图片集锦的位置不太好找，所以老师您如果之前你有生成过的，有储存起来的，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它。这样有了解概念的哦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试看看哦。好，来我们试一下哦。您看这边，刚刚这个，你可以像这样，你把它复制起来，你就可以来这边。这里，现在我这边有可能可以的，来我建立一下。哎，可以，在这边可以。好。所以你看有没有扣一点的？刚刚是14点，这边就扣一点的。这样就有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知道这个会上瘾。有些人就觉得，我好像这个，我只要会一些文字，我就可以生成很多不一样的图。那你就可以点进去看，它就有大张的，你看滑鼠，对不对？键盘。那如果你觉得这张 OK， 你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。那这样子，其实微软的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浮水印哦，大家有注意到吗？在哪里？在右下角这里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在这边，只是很小啦。好，那目前在这种内容的验证上，微软它上面是有写，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内容认证？只是目前这种AI 生成的图片的认证，它并没有统一标准，所以说现在就是各自先做各自的。这样第一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可以。我问一下大家的这个部分应该可以生成吗？还是也是会被挡住？你们先试一下好了，看看能不能生成。现在大家确定都没有问题，现场的老师都没问题，我们看看第二个，这个在简报33页，最近很热嘛，所以吃个西瓜不错吧？那你来看看哦，你看，其实就好像在写作文造句一样哦，这个场景在哪里？在夜市，对不对？好，主体呢是一个什么？开心的小猫，穿着 T 恤、牛仔裤、球鞋。你看这个有没有？这样都有。好，他的动作在干嘛？吃着西瓜。OK， 那风格这边就没有特别指定，可是因为这边是有比较拟人的。好，那他没有特别指定，后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真实照片的，对吧？好，你就可以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提示词抓起来，那你不要猫，你要狗可以吧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到这边，一样，给他提示词，各位老师一样哦，你一天就是15点而已。其实我印象就很，有了有了，这样就有了，对不对？
有没有？好，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像这些提示词啊，就好像我们在写作文，不是有佳句名言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些提示词因为经过很多测试，所以可以比较确定的用这样的写法，成功机会会比较高。好，所以像这些啊，你就可以稍微记录一下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待会后面会跟各位介绍哦，其实有很多网络上有这些资源，你可以找，那就可以比较快的，不用说每次都要自己想。这样有了解吗？可以哦，好。OK 咯，欸，我记得去年这个时间也有台风，那我们去年的研习，我就是搭上那一班，本来要到屏东一日游的，结果搭到云林两个小时就回家了。去年不是有一次，对不对？临时早上才宣布，我也是那一次才知道，原来坐高铁直接过去再回来不用钱。啊，你不知道哦，不用钱呢。哎呀，啊，但是也有人付钱了，就是还在退，很麻烦。所以我们就是坐到云林，好，下车，然后不要出站，直接走到另外一边再坐回来。就是你好像是几个小时内，就是同站进出不用钱了。同站进出哦，强调要同站进出哦，因为坐我旁边那个，他是从台北要到屏东，还是高雄？但是呢，他想说我在台中下车，安内爱户籍，哎、欸，他不能说顺便放台风假我就来台中玩，不行。哎、欸，就是你要同站进出，这样就不用钱。这是我去年学到的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34页喽。34页，除了生成照片以外，哎、欸，其实它生成 logo 也很不错呢。有没有？34页，你看这个就不需要什么场景啊、主体啦，哈、哦，就很简单，跳动的音符，这是它的主体，对不对？做成教堂的符号，而且我跟他强调我要做 logo， 也就是那个风格就是做 logo 的。啊，你说要黑白的，你就给他黑白的；要彩色就给他彩色的，或者你要指定我要哪几个颜色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看，我们都跟他讲人话，而且是跟他讲中文，这是我们选择用Bing，就是微软这个Copilot来生成图片最大的好处，因为你没有语言的障碍。好，那你可以试看，你可以自己改啊，看你要哪一种。好，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，我们就来贴过来咯。那还是强调一下，老师，你有喜欢比较满意的作品，你就点进去，记得按储存，不然在右手边这个很快就会消失，因为你每天都会生成很多。好，你看有没有？你就看哪一个你比较喜欢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。这样有没有感觉到，如果班上要做那个 logo 竞赛，甄选 logo， 有意愿的同学多很多了吧？不然每次都是那几位同学比较有天分的，我们这种没有天分的都只能在旁边看，都是有投票的。OK， 可以咯。Hey， 我们尽，因为时间比较不够了，我们尽量多练，多给大家看几个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36页这个。36页，我们的 Copilot， 应该说现在的 AI 啦，它不是只能生成图片，你还可以怎么样？有很多有资源在上面直接告诉他我要写什么字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好，我们主体好是一个这个锦鲤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动作什么没关系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上面告诉他我要写什么字，右手边有没有真的写字出来了？这样有哦。不过现在绝大多数的比较局限在写什么字，英文跟数字。所以如果你是要写中文字，只有两个选择，目前我找到的只有两个选择，
等一下我们告诉各位。好，那所以你在这边，如果你要叫他写什么字，你就告诉他上面写什么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用双引号或者像这样刮号，把它刮住，他就会把这个字写出来。不过还是跟老师报告一下，他不见得会写得很好哦，搞不好会多一个 Y， 或数字多一个都有可能。好，反正就生成四张。好，那你再来看，所以你看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如果我们这里一样贴进去，那你不要变鲤鱼，你要变成什么？柯南可以吗？哎，我们目前那个一条柯南怪怪的。好，然后主角是柯南。目前 Copilot 其实还是会挡掉一些，就是会有版权问题的，但是很多他没有挡。但是老师应该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不能用作商业用途吧？会有版权问题。好，好，好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感觉到？这样就好了。Happy New Year， 真的有。New Year，Y E A， 2024，有。还好，这次都对的。这样 OK， 这样有感受到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喽。你看37页，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现在烂贴图那么多了？以前还阁请人做，现在拢家己来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特别强调同一个台湾男孩，有没有？各种情绪表情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切割下来比较方便，我们就会用背景白色，对吧？卡通风格有没有？哎，我下面还有哦，下面还有哈利波特，像旁边这个哈利波特，我指令就是各种魔法的动作集合，就不强调什么表情，我没有特别强调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帮你生成很多个，很快吧？当然你也可以告诉他我要做LINE贴图啦，比如说你看像我在下面这里建立9个LINE贴图也可以。好，但是原则上你特别强调同一个的时候，他真的会用同一个。其实我们现在 AI 生成图片比较难的就是那个一致性，因为我们知道同一个提示词不会得到相同的答案，因为它是几率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在这边强调它，哎，它真的就会比较认真。好，那你可以试看看哦。你看，我把这个扣起来。哎，其实这个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赖贴图这个也可以。好，打开。你看，这样有没有？所以我才跟你讲说，为什么现在赖贴图不值钱？我跟你讲，以前那个四川的同学，老师绝对会出这种题目给同学做，他们要花很多时间，是不是要想这些？那现在老师只负责打字进去就好了嘛，拿到 Canva 吗？再加上你想要的文字啊，或再加上一些适合其他的图，再进来，是不是就可以创作一个完整的？好，那现在同学有 AI 的工具之后，其实他们会跟你讲说，哎，老师，我现在做这个好快。好，你看我们这样放进来，好，你可以变男生，可不可以变女生，都可以嘛。有没有老师点数已经小于5点了？15点都用很快，好吗？你看这样有没有的？那他帮我们生成的。我虽然是叫他用英文把那个表情写出来，可是他有时候还是会写中文，啊，应该不能说写中文啦，写无字天书啦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只要不是英文跟数字的，就是无字天书。这就要靠老师的智慧了。你有听过国王的新衣吧？只有有智慧的人才看得懂。
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去自己再去修一下，这样了解有没有？我们特别强调同一个嘛，你得到的是会比较相同的。哎，当然他给我们的图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微软的 Copilot 里面生成的尺寸是这样子，1024×1024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大，你要变大又要加强细节，老师还记得我们刚刚有一个服务有用到 Career 有没有？可不可以把它放大？可以，你不见得要在 Career 那边生成的哦，你在别的地方生成的，我拿到那边放大是可以的。这样老师理解了哈、哦，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图档通常都不会很大张，因为这个跟那个算力有关系。好，你要算越大张，它要花更多时间嘛，所以它就是先做小张的，哎，先做小张的，这样了解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喽，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的话其实效果也不错啦，就是这种所谓的微型世界的。好，你可以看到，你看像这个用立体刺绣的有没有？像这样效果也蛮好的。所以你如果想要有那种类似那个像我们讲的那个缩小，像桃园不是有个小人国嘛，对不对？就跟那个概念一样。好，只是你可以用很多东西去把它组成，那这个效果也蛮好的。但是这个老师就参考看看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看39页这个，39页这个，如果你是属于不想动脑的，也有用这种提示词的。我最近有看到，真的会生成图片的、啊、就是完全用 AI 决定的，你就告诉他反正做什么东西就好了。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那大家简单体验过之后，有没有感觉到 Copilot 真的使用起来相对容易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种方式。那